打政府的工，吃皇家的饭，有人说是休差，又有话头上被老大攞政府的威，作皇家的状，有人说怕弊，有人说弊弊弊，升职那时快过坐电梯，挤起上来就成世冇转位，慢过只龟。打政府的工，在人海。今朝赶住去边啊？我而家去 interview 啊嘛，教 lift 咁耐都未嚟，我不如行楼梯先啊。我下早晨。早晨，考验。宁姐咁早去边啊？佢政府合选面试，话申请做文员喎。哦，咁你两仔爷咪有机会一齐做嘢咯？唔系，我啱上个礼拜退咗休，而家无官一身轻啦。佢哋两父子，一个漏夜赶科场，一个辞官归故里。我呢，我大概算得系半途出家。拉停掂唔掂 ？PT 三百六卡六八人通，唔该。FM 演员到齐未啊？而家时间仲早，等等啦。到而家就有好多朋友问我，点解要辞咗一份中学嘅职位，同埋离开咁多姿多彩嘅艺员生活，而嚟到香港电台嗰度做幕后嘅编导工作？有啲人仲问我啊，打政府工嘅滋味好唔好噶？咁样，我真系唔识点答佢哋。其实我都不知道打政府工好不好的。自从我读完中学以后，考了一轮试，终于入了政府做了，以后无忧无虑，生活得更轻松。或者打政府工真的可以无忧无虑呢？但是有时候很烦，现在不同旧阵时可以得过且过的。尤其是我们做电视这一行，真的分分钟要打醒十二分精神的。有时候我真的觉得很累，好想抌低晒所有嘅嘢，去下游山玩水，挂闲云野鹤嘅生活。利明贤，是非绝。红尘不向门前野，绿树天移屋角遮。青山正宝长头权，竹篱茅舍。广白而家就安乐晒啦，而家轮到我哋啲后生仔女出嚟挨下啦。喂，得咁早啊？早晨，早晨，一阵就要翻工喎，学得你咁叹啦。将军，等我嚟啦，我先走先啦。今朝就要翻早喎，拜拜。实际上你两个都应该好像我咁攞翻得就退休啦。我哋冇退休金噶，公积金咪有翻多少嘅？咁唔系一样？点一样啊？系人工都扣翻嚟噶嘛？我哋都要扣啲孤儿寡妇金噶。其实唔系净系政府先有退休金噶，外边好多大机构都有退休金，各有各好嘅啫。
不过我而家谂退休金咧，就似乎早一啲噃。虽然有好多人话细个嘅时候就已经开始睇我做戏啫，但系其实我唔系好老嘅啫。除非我老公话肯养我，唔使我做嘢啦。如果唔系啊，我仲有排挨啊。我准备咗个建议俾我哋个 head 啊，如果接纳咗啊，就有200蚊奖金噶。咁你建议啲乜嘢啊？饮嘢先。哦，唔该。政府啲嘢做俾中国人话事噶啦，我也饮啦。都就你嘅。啊。而家已经唔同往白嗰个时代，政府高阶层嘅中国人真系多咗好多啦。甜唔甜？我都未饮，咁点知啫？我本来琴晚想请你睇戏嘅，点知你又唔喺度，几惨啊！乜你好多钱嘅咩？请唔到人哋睇戏就好惨噶。而家我一个月都差唔多有800蚊人工，都请起女朋友嘅。700蚊人工好威咩？我一入政府啊，就成1000蚊啊！我知道，每年仲可以加40蚊添，咁又点啫？我哋老细中意啊，一加就加1200啊！我哋仲有分红分添，只要我哋升一级啊，你就冇得追啦！你以为啦？我有个表哥喺政府度做咗8年嘅，即系咁升咗一级，佢仲话唔知几好彩添。仲有啊，我听佢讲啊，打政府工啊，一样要受波士气啊，仲受得好紧要添。闹点啫？你哋俾波士散完之后，先至得人惊啊！挨亲家身发炎，拉起恶体，扭下计，你就认真开胃。嗱，你一阵喺个窗口嗰度慢慢数猫，吓，慢啲，唔好咁快啊，知唔知啊？打政府工有很多人说是金饭碗，是的，讲到起薪点呢，没错是比外边高一些，但是讲到升职的机会，有时可能还慢过出面的。不过这样，现在政府里面已经没那么计较年资了，中国人做高职位的也都不少。但是讲到受气呢，有时真的惨了，我们不只受一个老板气的，因为是公仆嘛。啲人啊，做官咁做，点来点去，你又压住大日先嚟咯，嚟又唔知去边度啦。你哋呢一班公务员，佢啲黐线嘅。不过打政府工都有好处嘅，最低限度比较有保障，唔使好似喺外边嗰啲公司咁，成日惊住会生意不景、裁员失业咁惨啊嘛。你未必加用我啊！我会想办法噶。我去买餸啦。哦，阿嫂出街啊？系啊，你嚟坐啦。好啊。哎，老王乜咁坐档咧？坐坐坐坐。好好好好。咁耐唔见，佢神运所以嚟探问你啊嘛。边度有心情去神运啊？阿嫂又好似唔系几好精神咁，你哋做乜嘢啊？佢担心我两三日真，我哋公司生意不景要裁员，咁就系裁咗我哋老嘢出去咯。唉，而家几廿岁啦，都唔知揾啲咩做好。嗱，呢度有几百蚊啊，拎去随时。诶，点系啊？咁有咩好意思啊？有咩随时上我度倾下。明仔成日都有节目。唔喺屋企嘅，入嚟啊！啊，李生，我将个建议书打好。嗯。公司话所有职员啲建议今个礼拜之内要递上去喎。好嘞。
麻烦做你睇啊。咁嘅老板而家应该少咗啲噶啦。记得我以前啱啱出嚟做嘢嘅时候，真系心比天高，样样都想快，都想有所表现。不过打政府工就唔可以操之过急嘅，因为政府部门做事要一级级咁样上，急都急唔嚟噶。我而家真系服晒啦。